齐齐来食下火锅，个肺冇咗，一家十口那夜齐齐一坐。无论老豆细侄细伯，定系叔父表弟表哥，如同居就冚家躲八过，疫症咁多，中式火锅将菌带翻屋里，就冚家铲咯。病毒已在各地散播。用认真的心态看待疫情，小心不要中招，不可指望你会无事，小心先至最紧要。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。支持交俾你听 Time Music， 将社会时事融入音乐，想投稿的都可以随时找我们的。